社交能力出障碍，这情形糗大了。会有一个男生朋友想追我的姐妹，好，我就问这个男生觉得什么星座最难搞，他说我最怕双鱼座，讲了一大堆双鱼座的坏话，现场好死不死六个女生都是双鱼座。一出去就看到一个泰国人看着我这样，要到冷淡去拿看，我就说 excuse m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， 先生听不懂中文哦，我是说要到伦敦请拿看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今晚开战吧。